是金山传出了车辆坠溪的意外，有辆白色汽车呢，它偏离车道之后是冲出了护栏，还滚下边坡，这车辆呢直接翻覆在2公尺深的河床。消防人员到场发现，有热心民众呢提供梯子，让车子里面的2名乘客自行脱困，还好他们意识很清楚，只有些微的擦伤。